感兴趣的观众朋友，在本周六呢，也可以带上您的孩子或和亲朋好友一起啊，先到密兴贝呢去参加这个冬季狂欢活动。不过呢，时间请您记好了，是上午的10点开始到下午的3点结束。接着呢，我们来看一位来自 Tanakiki 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呢获得国际大奖的资讯。作为一名围栏建筑商 Jeremy Senior 一直忙于他自己的工作，但上周末呢，他却作为一名获奖的摄影师而受到了关注。在今年巴黎 PX3 摄影奖上， Jeremy 凭借一幅令人难忘的海上岩石摄影作品赢得了铜奖。这名已是两个孩子35岁的父亲说，当他接到获奖通知时，可以用惊喜来形容，因为他已经忘了参加这次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摄影比赛。杰瑞米拥有媒体学士学位，主修摄影，之后呢，他去海外旅行了一段时间。杰瑞米表示，目前的工作并不是他所喜欢的，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。他希望今后能有机会从事他喜欢的摄影工作。